还是算了。如果我跟你过度亲密，你的心跳指数就会持续升高。我可不想跟你一边谈恋爱，一边送你去抢救。 我们真的是世界上最特别的一对恋人，我还是去地上睡吧。地上太凉了，还是我去吧。等一下，我想了想啊，我们必须要规定一个属于我们的相处守则，以后要严格执行。 争取把你的心跳指数控制在安全范围内，这样既对你的心脏有好处，还可以让我们过得不那么疏远。这个就不是我能力范围内的事了，交给你了。好，那你睡吧，我去想想。 可以睡一张床，但不能接吻。可以拥抱，但要看情况。这样你可以吗？啊，你说什么都可以。